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写观音的广东话教学，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是宫菊美阿晚森，大家请跟我说一遍，来，请跟我说一遍，宫菊美阿晚森。来，再跟我说一遍，宫菊美阿晚森。谢谢大家。荣获金马四项大奖肯定，最佳女主角、最佳女配角、最佳剧情片，观众票选最佳影片，《血观音》口碑爆棚，热映中。